2019年10月，我来到三之国尼泊尔，挑战直升机航拍的极限高度8000米。尼泊尔北靠喜马拉雅山脉，与中国接壤，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，有8座在这里。在这个高度飞行，需要额外的氧气，也非常的危险。飞上云端之后，群峰扑面而来，雄伟而庄严，无比震撼，让我仿佛接受了一次洗礼和升华。从2003年第一次航拍以来，这是我飞的最高的一次。在世界的屋脊上，我用相机向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们致敬，也向无畏的攀登者们致敬。在面对8848米高的珠穆朗玛峰时，我的内心油然升起一股神圣感，充满了敬畏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达到过什么样的高度，而在于不断的自我超越。正是这种自我超越的勇气，让我们仰望星辰，憧憬着更浩瀚的未来。